冠军私教课开始。首先第一个动作，我们是需要紧致我们的臀部的。好的，我们可以双手掐腰，也可以双手四平举，感受到臀部有收紧的过程。预备开始。感受到我们臀部收紧，向斜后方换深蹲，我们在蹲的时候膝关节不要超过脚尖，好，换箭步蹲，保持一个90度的夹角，侧蹲，然后大腿尽量跟与地面保持平行。我们蹬回来的时候要稍微用点力，感觉是整个人蹬起来了。好，最后一个动作比较激烈，大家坚持一下。然后双脚并起来的时候，手是四平举的。好，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了。